各位同心，各位同志，大家早安，大家好。搁再过四点钟过以后哈，我对各位的称呼都要改变啦。啊，可能有人听无，无要紧。看下晡一点半的时候，我甲你安怎称呼，你就知影，你会变成什么物件，什么款的职务。咱大家足辛苦来这里受训，但是我即马嘛爱甲大家唠开几句话，就是咱食薰的伤济啦，唔是讲食薰唔好啦吼，但是他们讲食薰敢有啥物好处？拢查某的讲，查某拢点点，食薰的了钱，啊，佮身体怕怕伊，所以我希望各位吼，即、這个也是食薰的习惯爱改。你做一个台湾民政的官员，政府的官员吼，啊，你一支薰安尼卜袂煞，哦，啊，迄槟榔伫你食，啊，规个嘴迄拢红红红。当然，食槟榔是咱台湾人的即个叫做自古以来的传统，啊，敢那槟榔是敢那即个叫做口香糖同款。但是呢，卖讲食槟榔会什么口腔癌，卖讲迄啦吼，迄是我看体质啦。但是实际上，咱即马现出是要甲国际接轨，啊，要甲国际接轨呢，啊，台湾人当然唔是讲吼穿差无好吼，啊，食薰食槟榔。安尼就不好，唔是，我唔是讲这个意思。但你甲想看卖啊，吼，你认真甲想。啊，咱台湾人佫有几点，就是讲吼，这个清茶吼，拢清清菜菜啦，吼。啊，咱民政府就希望讲，咱大家人呢，会当穿西装，啊，会当干内裤带。啊，为了讲，我台湾家族是变个干内裤带。咱来知影吼，清茶真好吼，迄是代表一个人的外形啦。啊！这台湾人真奇怪吼，啊，都大家拢无好，拢无要干内裤带吼，啊，都拢习惯，啊，都人伊安尼，啊，咱也安尼，这爱改进啊，吼，爱改进。我是希望讲吼，咱后摆，尤其咱这个受训以后吼，是咱个啊做台湾民政的高级的这个啊做行政官员，啊，这行政官员吼，爱希望爱当爱修改的吼，这是非常的。当然我是甲你拜托啦吼，啊嘛袂当甲你强求对吧？啊，但是呢，啊个又。尤其是普通时吼，若要办代志爱穿皮鞋，吼，卖讲十里八千嘞，啊，落去四界走，迄是代表讲吼啊，靠俗啊，不太好吼，无啥好。啊，我在即款来看，咱家己道德劝说啦，吼，袂上讲即个叫做强迫啦，吼。啊，有人讲，啊，我一个月都赚无偌济钱，你干呐要叫我穿西装？即马西装嘛袂偌贵呢。啊、哦！你若去迄个啊，做家乐福吼，一梳我甲看毛2000块啊，对无？啊，你较早换就好啊，吼、哦！卖讲一梳安尼一日穿咧，穿咧几年诶，安尼不好，爱洗吼。啊，衫呢嘛是同款，啊，无捂到嘛无要紧啊。你着买迄款咧，做袂潮诶衫。只是今日吼，即、這个因为对高级班诶即个同志甲同心吼，我会甲你道德劝说啊、哦，我希望讲。你哩当电脑转来，啊，若看到恁吼，啊，大家拢安尼穿差拢真好势。你知影吼？你后摆你是代表台湾民政府、台湾的政府，当然即摆咪叫做台湾政府啊，即摆是台湾民政府。咱若即摆对我来讲，讲咱是台湾民政府，我会当甲各位讲，什么人，包括中华民国的即个做啊、法院啦、中华民国检察署、中华民国警察，拢唔敢甲你叮当。因为台湾民政府这五字代表什么意思？这是完全照战争法，从占领地区的老百姓所成立的一个政府。所以他对我相信，恁大家拢收到两张的迄个做证明，这两张就是吼护身符啦。啊，有一张，啊，搁有一张台湾民政府迄个中华民国内政部的解说有啊。啊，有会举手，啊，无会举手，啊，好，啊，来，我就迄张，来，迄、那个去楼骹去，甲迄个做，甲迄个做林义字帖发到大家。我甲你讲吼，这两张，恁听我讲，听我讲，台湾民政府内政中华民国内政部的解说的文，迄张含即马美国的官方，哈、啊，美国的官方。对台湾民政府的这个啊，做证书，这两张啊，叠在你的身躯顶啊，这就是你的护身符啦。不管什么警察机关，不管什么检察处，
那讲你是诈骗集团，讲你是违法的，这两张你好看，马上就点起啊！所以到今日为止，咱所有的人，哈、哦，咱所有的成员，在中华民国的这个体制内底，拢无受到任何的干扰和处分，原因在这啦，哈、哦。所以迄阵呢，那个金龙从前面来发给大家。前面都没有，你把它全部发给大家。嘿，那个哪一你那一份台湾民政府的事宜嘛？不是，不是这一份，不是台湾民政府那一份。哎，昨天发哈，哦，张都分给各位啦。来来来，台湾流氓建款对台湾民政府的事宜，这张张分给你呢。有摕到牙手，啊有啦，恁拢有啊，恁啊恁哦，恁拢乌白甲骗啊，呀哈，这就是证明啊，恁拢有哦，啊拢讲无啦，大家拢是安尼啦，啊昨有一人分给你一万块，你有收到牙手？这乌白讲的啊，啊你无啊，好啊，无才高补贴的，那无的哈，没有的人补拿啦嘿，无的补贴。哎呀，恁呐吼，等于出来只家己去 copy 就好啊嘛，足简单嘞嘛。无甲 copy， 家己去 copy， 你一百张嘛有，一千张嘛有，拢记在你用的吼。来，恁听我讲吼，咱台湾民政府你爱怎样？什么叫台湾民政府？你想上规波啦，哈？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是咱家己打好的，啊，家己自称的吗？No， 不是。台湾民政府这五字真真正正的正确的名称是什么？听清楚哦。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再讲一摆。所谓的台湾民政府，真正的名称全名叫啥？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但是我若普通时，伫四五年前，甲你讲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无人听有啦。啊，我若甲你讲台湾民政府，真简单，台湾 civil government， 甲你讲，你一个看讲，啊，这个台湾有关的，啊，这个民敢那是老百姓一款，无唔对。所以这个正确的名称你也知影。所以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其实就是啥物？美国军政府，国共一拜，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就是啥？就是美国军政府。啊，美国军政府伫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内底讲啊真清楚，台湾是美国的主要，不，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第四点。美国军政府有权利对日本的领土、日本的人民做处分和分配，是因为这点，所以美国人到今日要你知道中华民国流氓政权在台湾关系法里叫做台湾 authority。啊，所以你要做清楚哦。但是我来各位讲吼，台湾。管理法对咱台湾人无好处，国听好清楚啊！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台湾是讲啥 ？The people own Taiwan。The people own Taiwan 是啥？特别讲，这就是对马英九迄个流亡在台湾的中国难民较好。啊，对咱是叫啥？咱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所以咱甲告美国。就是用 the people of Taiwan， 咱个人真真正正个人，各甲美国伊即马都爱甲咱协助咱台湾民政府台湾人，爱咱要要求啥物物件，爱记者咱讲，所以美国嘛会甲咱讲呢。啊，你台湾民政府各国要要求啥？各国咱要要求啥？咱要要求啥？要要求啥？啊，执政，啊，你真巧啦吼，无讲建国啦。
因为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你要建国爱问啥？日本天皇。所以咱只系每一年十二月二十到二十四去甲日本天皇塞奶。啊，日本天皇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米，哎，迄支嘴啊，叫脱掉的。但是日本天皇的嘴脱掉呢，无表示讲日本天皇未当点头摇头，未当挥手，干唔是？所以咱每年的十二月二三，今年算第三摆，去日本天皇的头前三十公尺的所在，献两支旗啊，一支是日本旗，一是台湾民政会旗。台湾民政会旗是近两年有史以来日本的皇宫头一摆出现的台湾民政会旗啊。咱去给满载满载祝日本天皇生日快乐，啊，日本天皇甲你挥手，啊，甲你挥手。啊！甲翕起来，我就甲美国讲，日本天皇已经同意啊。伊讲他有同意，我讲你无听到。伊伫内底讲，好好，你台湾要自治，好好好好。啊！美国就笑噶。啊，其实咱嘛有透过关系，吼、哦，咱有透过，咱透过什么啦？透过明朝啦，明朝就是第七任的台湾的总督，拢总十九任的总督内底，干那离明朝的这个。即个做四期过身以后啊，种伫台湾即块土地。本来伫迄个做，伫迄个南京东路含迄个做过去的迄个做啊做殡仪馆啦，啊即摆变做公园，你毋知影无？伫迄个新兴北路迄个公园的无？啊，林森北路啊，即摆迄个伊迄个应该改迁走啊，迁去伫个迁去伫迄个做啊三芝啊，但迄个所在还佫家己起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啊，做迄个啥，迄、那个纪念碑，你若有机会吼、哦，伫个林森北路吼、哦，会当去甲参观看卖啊。迄是台湾的历史啦，哈、哦，台湾的历史。咱就透过伊的第三代一个子孙，迄、那个第三代是甲日本天皇啊啊，为幼年开始到读大下，拢是同学，哦，咱有这个关系，哦，才有联络到。啊，联络到以后呢，咱。咱这个啊做一本册啊，来提哦，这个啊做日本的天皇，所以日本天皇啊，日本的皇后啊，啊，即马拢知影台湾民政府，伊嘛也想要甲咱斗三江，啊，即马这个斗三江，咱即马就靠啥？靠安倍晋三。安倍晋三，伊若这个修宪通过，我甲你保证，修宪一个通过了，日本天皇一定会发表台湾平和，要阁是日本天皇伊的手中的土地，伊有所有权，所以毋只伫迄个。杜勒斯签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的这个九月七号，九月七号签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嘛。但是九月七号前三天，杜勒斯发表一个演讲，伊讲啊真清楚，琉球日本政府要阁有啊做剩余主权，伊这所谓剩余主权，伊无甲你讲个清楚。其实这个所谓剩余主权是什么意思？就是讲。日本天皇还有这块土地，北方四岛安倍讨几波讨不着，是安怎？是因为日本政府现主席的日本政府，甲原来日本帝国啊，做麦克阿瑟甲修宪法以后啊，变做无同款的两个国家。所以安倍即卖你甲苏联讨的时阵啊，苏联甲讲，你无资格，这块土地唔是你的，你等于读册，连续两届拢甲讲安尼。所以安倍晋三嘛回去，啊，奇怪，这明明的土地都是我的。迄、那个战争最后的时候，1945年的这个啊，8月7号、8月6号跟8月8号啊，啊，这个美国个弹丸之弹嘛。但是8月7号的时候呢，这个苏联开始对日本宣战，啊，去甲占伊的土地。啊，明朝你甲占的，那讲唔是？原来这个物件是啥？原来迄当阵是日本天皇的土地。日本天皇的土地，什么人会当讨？咱台湾民政府有法度甲讨，是安怎？因为日本天皇已经宣布1945年4月7日宣布明治宪法的这个实施啊，伫台湾全面实施，予咱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有这两个权利，咱台湾已经变成日本天皇伊的臣民、臣民啊，啊土地是变成日本天皇伊本来的殖民地。啊，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在战争法内底占领未当移转主权，所以美国虽然占领台湾，但这个主权伊无法度甲提起。
无法度将台湾甲挂起。所以中华民国，伊讲伊暂时代替美国来占领，伊一直想要就地合法。好佳哉，流亡政府未使就地合法，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中华民国早晚一定爱离开。我将个各位保证，早晚中华民国一定离开台湾。这吼，你目睭揭开，你想就知影。除了讲这个世界毁灭去，啊那无啊，中华民国绝对离开，百分之百，不是99%，百分之百离开，只嘛是看迄个时间点尔尔。时间点是对，咱台湾的表现嘛有关系。你台湾人的想是你想啥？因为台湾有真侪错误的观念，哦，例如啦哈，啊，咱以前是为中国吼，来自中国。啊，血中拢有中国的血统，我跟你讲，你有去验 DNA 无？我保证你拢无去验。你有去验 DNA 呢？一俩做林玛丽啊，伫马街病院的林玛丽啊，你去验看卖啊？你的身躯顶到底有一丝丝啊中国的血统啊无？几乎没有啦，一旦讲差不多是无啦。啊，你乃讲是来自中国，那是中华民国中国人用课本甲你骗。你捌去验 DNA， 请你举手。恁拢无嘛？咱的过目书，咱的初级班的迄个台湾历史的教迄个台湾历史的过目书啊，伊都去验过啊。啊，毋是干那伊验过，迄、那个农民党的张主席，伊嘛去验过。伊拢大家拢甲讲啊，咱有中国人的血统，一丝仔嘛无，拢是去学课本甲你骗去。你若不相信，你家己今日回去，恁家一定，若不是基督教的，啊佛教的、道教的，恁厝的拢会公妈龛嘛？公妈龛嘛，你听，红格桌顶的公妈龛嘛，当迄袂当乌白甲拍开啦，爱看一字啦。好、哦，咱台湾拢不哩相信这俩，但即摆要特别过年啊，过年你也甲请啊，即请的时阵，会记得你甲拍开看麦。你看我到底找到讲你的祖先来自中国无？绝对无。我嘛同款，我以前细汉的时候，我拢去问阮老爸，我奇怪，是安那公妈卡妈来滴呀？啊，都无一直甲阮阿公阿祖安尼念念，啊个鬼拢白，啊奇怪呢，啊无为石头蹦出来，但是来滴写我17岁，迄拢是因为清朝的时阵，肃姓吼平平埔族，迄当阵呢。清朝来统治台湾的时候呐，是一半尔，台湾的一半，甲你肃姓，吼、哦，啊肃你族谱，啊那台湾人他们讲哦，海岛文化啦，海岛的文化就是啥，就是趁钱困难呐，这讲实在话啊，赚钱不容易，生活不容易，啊那有啥物人有好处，嗯，啊就去搞哇，啊那袂做亲像即嘛，同款呐，选举的时阵，互你500，互你1000，互你2000，你就转互伊，迄是一种的文化。而且是足恶劣文化啦！来，恁大家吼、哦，目睭开开。过去的选举，你捌摕到红包的，捌摕到钱的，请你举手。老实来啦，老实举手。你若无举手，你巴肚疼，我先跟你讲哦。好，手放来，真济嘛，对不对？我讲的拢是实际上的话啦，发自内心啦。咱讲台湾吼、哦。这个心爱真正提出来，你伫听台湾爱台湾哦，你这个心真正爱个提出来。咱即马无管外口安怎讲啦，哦，什么诈骗集团啦，什么咱安怎啦，卖个听遐啦，一切叫法律。咱都爱行法律，台湾，台湾法律。台湾人剩七条路尔尔。第一，台湾这么小，咱无武器，你无多甲伊比。你卖讲你要牺牲啦，你牺牲拢是假的啦。所以我已经讲过几下摆啊。咱台湾民政府，咱所主张的，我唔是要叫各位去做台湾诶，这个啊做革命先烈。你若做革命先烈啊，死去啊嘛！啊，你做安尼先烈是要死啊？你做先烈干有好？无好嘛！我要要求咱各位做啥？革命先行者。那咱来做一趟两届，你较袂记。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就是讲你先行，后摆要做老外啦。你看人因听遐老外老好讲，伊讲伊保卫台湾。我问你，遐人有保卫台湾无？迄叫
叫阿强啊是拍干咧走路，啊，佮走来台湾，佮你享受，安尼讲保卫台湾，啊，你享受啊？咱嘛是同款。台湾民政府后摆变作台湾政府的时阵，咱拢总是老啊。你唔通看迄张证书啊？当然，证书是今日做会好，但是做会好，我无直接交予你，我要交予州长，予州长来交予各位。你唔通摕着迄个证书讲吼，啊，我就开始当做官就好啊？袂使哩啦！你就爱去恁个州个办公室，吼、哦，州个办公室办迄个演讲，爱去，吼、哦，啊去听，因为你个学习吼、哦，一定爱随时的进步，爱 update 啦，爱将你个学习吼，爱、哦、一直个进步。所以我一直甲恁讲个，迄、那个新台湾论你非买袂使，伊去国际班啦，我甲你强迫，你一定爱买。同时，逐工爱去台湾民政府的官网。爱去看，厝内无电脑的野手，有遮济哦。无电脑，啊恁啊，这即摆野手的无后生，甲查某囝的野手。啊，我师父，阿弥陀佛。啊，庙内底总嘛有电脑嘛，敢无？庙内底拢无电脑的野手。哦，啊，佫无，真正假的啦。啊，有电脑就好啊！哈，啊，你来上网啊！啊，讲会晓电脑，叫伊讲，啊，你甲师傅啊，上网台湾民政府官网，台湾民政府真济假，我先甲你讲啊，中国人足济，即帮你创台湾民政府，还拢你骂他呢啦！啊，真真正正是叫做台湾民政府官网，官方的官呐、啊，官网，迄才是真正咱正白。哦，你爱去看，哦，你一定爱去看，一天上少爱去看一摆，我甲你保证。咱的官网啊，每一天内底文章拢无同款，一天一篇，一天一篇。我都一天写一篇，互你看，你无法度一天敢看一摆文章吗？但是，你今日转去以后，逐天会去台湾民政府官网看牙手。吼，牙手，我无爱有诶无牙手呢，有诶无牙手呢。啊，你若牙手啊无去看，你巴肚疼，我先讲哈。我跟你讲哈，我讲实，我唔是咧跟你开玩笑。你迄个新台湾论，你爱看啊？过来，我甲各位预告啦，明年上班六月八月时阵啊，美军要入来，有8000名的美军要入来。入来的时阵，你伫初级班的时阵，咱有送你一支美国国旗有无？啊，你爱甲挂出来。啊，你卖讲干呐挂美国国旗啦，含咱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嘛爱甲挂出来。有咱台湾民政府的旗啊，请你举手。啊，好，谢谢哈、哦。啊，那无的哈、哦，是家己，我都送你啦。因为你知影哈、哦，咱无家己募款嘛，你足清楚，我们不募款嘛。咱甲美国讲啊真清楚，我们不募款，阮是靠咱台湾人家己本身的意志。阮家己台湾人要来管咱家己。我甲各位讲哈、哦，我下晡要甲你上课的物件要上啥？台湾后摆地位听好清楚，唔是要去建国，唔是要去独立。台湾后摆的地位是啥？变作一个中立国。全世界，即马美国甲日本哦有参详好啊。全世界起码有两个国家是中立国，一个是瑞士，另外一个就叫做梵蒂冈。第三个就是咱台湾。但这个台湾要行做中立国，坦白讲哦，时间还过一段。因为台湾人迄、那个头壳吼，迄、那个独立的心，迄、那个头壳吼，爱先甲改变过来。爱你承认讲，第二世界大战咱战输，咱战输啊！咱去有派人拍败，和美国，美国拍败以后，美国占领旧金山和平了。但是美国真妖秀啦，美国是安那个国家，今日拢不爱甲你明讲，因为美国甲中华民国太好了。美国人现主持即个国务院。现在是遐官员啦，真侪拢是伊以前是中华民国的即个中国吼、哦，中国大陆迄个部分吼、哦、去做，迄个做啊、基督教的迄个做传教士，伊个传教士的后代啊，即马真侪拢伫美国的国务院内底啊，啊去做官，啊遐人为伊的心内底为头壳内底啊，拢对中华民国啊真好感。因为过去中华民国冇真济好处，可以，这是事实。但是呢，
你好处给你，你不能害死我台湾啊。所以美国常常说的，对咱台湾人说，你台湾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从来没有说台湾可以怎么样。美国说台湾不能独立，你都搞不清楚啊。那当初你看台湾不能独立，你想说奇怪呢。啊，你美国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啊，希望我台湾，只有我台湾不能独立。你现在知道原因吗？很简单嘛，因为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嘛。这块土地有两种的人嘛，一种是本土台湾人，另外一种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嘛。你两种人在那，你是要怎么独立？要怎么公投？不可能公投嘛。你公投要听谁的？今天因为是咱即摆现主席台湾，拢领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是中国人呢？啊，你中国人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去公投，啊是代表中国人，啊是代表台湾人。所以美国讲好，你去发行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后摆公投的时阵，敢若有这个身份证的，才会使公投，啊唔才有准算。所以真简单呐、啊，美国拢一切拢照法律来，袂当乌白母乌白创。所以呢，恁一定爱照法律，咱唔通用感情用事。感情上，大家拢嘛想讲，咱来独立啊，爱建立咱家己的国家，迄是感情上。但实际上，咱都爱知影讲，咱的身份到底什么物件？咱的身份若有当确定以后，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走。所以啊，真欢喜啦吼！咱国语即届来授分多多啊，予咱台湾民政府的这个高级班哦，超过3000个，好、哦、后壁还过1000名。我相信这个一千名，那阵像这种的速度吼、哦，真紧，差不多搁在3级、4级哦，1000名就到位啊。哦，啊那1000名到位，咱正式甲美国讲 ，OK， 我准备好啊，请你将政权献予我台湾民政府，啊，要听我台湾民政府。各位，咱准备好未？好啊，好个举手。嚯、哦，你足大胆嘞，讲准备好啊！您准备好啊？我拢唔敢讲准备好啊！哎、欸，接政权唔是倒定年金呢，唔是民进党讲去接中华民国政权啦，安尼接咧做贪污就好啊，迄个嘛简单，迄嘛真好啊！各位，咱啊台湾民进，咱台湾民进后礼拜会公布一个全台湾。现在6个州对不对？国会公布差不多50个郡郡守啊，50个郡，这县市拢甲拍倒，拢变成50个郡。一个郡平均的人口差不多60万，全台湾差不多50个郡。所以呢，后摆咱的政府三级制，中央、州、郡，啊郡有郡守。啊，就无啥物乡镇，无遐物件。后摆呢，咱的政府真简单，三个层级尔尔，袂浪费。啊，同时呢，大家拢会直接咱享受到咱中央的这个做和各位所谓人民的好处。各位，你的卡卡受过这个高等、这个高级班以后，你的心思、心思啊！爱改变啊，唔通阁用中华民国迄套伫你头壳内底。当然，你今日一只受训，你等于你对的难题还有很多啦。因你的外口拢是一挂受中华民国教育历史的人，伊都听袂清楚啊。遐人你要怎甲伊说服？会记得我甲你讲一句话：拄到你甲你唱对台戏的，卖插伊，放弃。遐人甲放弃。美国讲一句话，就是你台湾民政府剩100个，我嘛是甲你支持，是安怎？法律，会记咧，法律挂帅，法律台湾，台湾法律，大家伫外口加讲几摆啊！哈，法律台湾，台湾法律加讲几摆。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你民进党都爱主张法律台湾，台湾法律，安尼我才要甲你民进党讲话。民进党这两天报纸里写讲，民进党要放弃法理台湾，台湾法理。其实民进党从来没有谈过法理台湾，台湾法理。真正讲台湾法理，法理台湾，现就是专台湾，敢那一个组织叫做台湾民政府。各位，
虽然敢若台湾民政府伫讲啊，你毋免烦恼，绝对成功。安尼讲对不对？对。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好，咱即马休困十分钟吼。